怎么回事啊？谁干的？哎，老六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啊。我们连有个李二牛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把康师傅扛走了，是不是？可不是吗？不，李二牛的疯牛病又犯了。你别胡扯了，咱们两个连兵分两路，分扇形搜索，间隔一公里，军犬引路，争取天黑前一定要把团长找回来。好，六连，跟我进山。司令，你别跟我来。发现目标，不好，团长，来人了，这休息不了，咱们赶紧走。是我们团的人来找我们的，现在敌我不分，你说不清到底是哪儿的人，咱们先赶紧走吧。哎哎哎，站住，立正。那哪说得准呢，团长？说不准就观察观察，兵力。不是，团长没时间观察了，等敌人走近了，看到咱再也跑不了了。让我走吧。跟上，跟上。没路了，可以把我放下来了吗？啊！团长，我们被包围了。对，看来我们只能做俘虏了啊！团长，你不是说宁死不做俘虏了吗？下次注意，俺下次注意，
这次叫错了，下次一定注意。你没错，是他错了。啊，回去跟我怎么处分你？别，先别处分，等等我啊！团长，团长，青龙，叶兵，你们俩正好，敌人打进来了，咱们新兵连学的东西一点没白学，走，咱们打仗去。 哎呦，我这个脑子！不是，咋的嘛？敌人打进来了，咱们赶紧打仗去啊！打仗？好，给他们来点刺激的。是，李参谋。是。上着了。 老子干死你！这小子我喜欢，继续揍他们！我需要你帮忙。啊！啊！炸死我了！没事，没事，你没事吧？别动啊！ 兵叫什么名？